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六二同学。因为才起床没多久，所以没有洗头。今天呢，我打算化一个妆啊，就是前两天我发了一个动态，就是可爱的跟成熟的，你们会选择哪一个？哦，还是好多人会选择成熟的，可是因为大概就是平时我都是扎双马尾的样子啊，大家都觉得我是可爱系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来一个挑战，挑战化成熟妆容，为了体现成熟，我专门去选了一个，你看。很像哈士奇的日抛，我先把眼镜戴上去，因为我是个近视眼。我觉得我戴美瞳方法不是很对。那我的世界重回光明了。没化妆的时候戴这个颜色好像白内障呢。涂保湿，拿出我很喜欢的这个美妆蛋，就这个牌子。放粉底液，前两天熬夜，再加上作息没有很规律，哎呀，头上长了两颗粉刺，这下肤色就看上去好了很多了。我用的是我的粉饼，拿个大刷子扫在上面。这次呢，我用的是这个 Colourpop 的这个眼影盘，那个眼睛打的底色。刚才呢用是这个色，我来用这个色好了。哇，好浓哦，亮晶晶的晶片。哇塞，这个三色遮瑕膏，遮盖我的黑眼圈。不怕，因为眼线画好就好。上眼线，现在眼线就画好，正好会画眉毛。说真的，我对我这个眼线画出眉毛像狗屎一样。画鼻影，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姐姐，一定要有个高鼻梁。然后这是一个很柔软的阴影膏，我脸微不微，今天就靠你了。个很有趣的名字的腮红，高潮。我打算给自己补一个下眼线，就是因为男生看一个女生妆浓不浓，一般是看口红而定的。我这次要用完美日记的这个新品口红，所有颜色都入了，09里面是有金粉的那种颜色，它这个质地真的很滑。你们应该很少看到我满涂口红，因为我嘴皮实在是有点厚。高光也是完美日记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上面戴老长，我连刷子都是。去卷个头发。我已经按开始了，你把那个鼓风机对着我头发吹一下，我要吹那种很仙飘飘的感觉，懂吗？仙飘飘 ，OK， 来吧。
飘飘的感觉，懂吗？仙飘飘。或许我真的应该贴个假睫毛，但是我都已经弄到现在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动了。OK， 差不多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那所以就是从头看到尾，你们是更喜欢可爱的我呢，还是成熟的我？快来告诉我，发弹幕让我看一看，你们更喜欢哪个类型的 ？OK，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今天扮成熟还算成功的话，记得帮我一键三连哦。拜拜。